为况，为况，专属贵不贵？哦，勇敢的少年，请问你掉的是这块金锭还是这块银锭呢？都不是，我掉的是块钻石。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，我送你一大堆泥土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告诉你哪里有钻石。网红厨师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就是上次我的摊子。什么？才半价优惠？你应该给我免费，气死我了，把钻石全偷了。Oh yeah！ 我要黑化。